啊，好，这个我们就用一下太极笔调啊。他用的不算是太极笔调，我们姑且用一下哈。好，来贴。好，不要用力压，直接把笔带过来，一贴。好，这个呢，到这边都直的，直。好，往左边剃。这三撇没有在一条线上。这个浅，注意哈、哦，它这个铁上的这三点水哈、哦，从中间那一点往上下的距离差不多，不会差太多，好、哦，好，点，点提贴下，点往下提贴上，好、哦，距离不会太远。这一笔它很轻，接下来这个日哈，你写短一点，一贴，好，它有一点泡泡的，我讲泡泡的，各位听懂吗？就线条有一点。哎，迄啰叫做碰皮碰皮，哦，碰皮碰皮，啊，向外的，不是往内耐下去的，哈、哦。这个墨好像之前有写过啊，你们还没写过，哈、哦。没有。草字头不要写太长，再来下面那个日还是约，哈、哦。它写的比较扁，好、哦，所以你不要把它写成长形的，好吧？好、哦，这个草字头写在中间没有问题。好，贴，这笔比较直一点，好，提贴，好，你从这边接过来，好，接下来这一笔，好，我们一样用太极笔调，啊、他没有用太极笔调，好，那我们就用横画直起这种写法来看一下。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手肘提高，提贴，提，好，在中间偏左的地方，好，先直，好，向左边了。它只要过了这边就要向左。好，这个约略比左边稍微要长一点点，长一点点，一点点。